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。前段时间我们播了好多款奥特曼武器的对比，最近有粉丝小伙伴给少奇讲，想看少奇拍一期奥特曼的抽奖。今天少奇花了100块钱买了小卖部非常火的奥特曼易拉罐抽奖，老板还是和原来一样吹牛说最大的奖中1000块钱，我们就当他是放屁。猜，给大家理定看一下，奥特曼传奇之英雄归来，这是什么奥特曼？这是什么奥特曼？这又是什么奥特曼？大家有认识的吗？反正这个是100块钱一个，拢共有100个，要花100块钱，100万奖金现金等你拿，不要100万，100元我就满足了。打开是这种小易拉罐，每个易拉罐上面都画的奥特曼图案，拢共有100个。类似的易拉罐抽奖我们以前拍过一次，扣这个易拉罐的盖子扣的手生疼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抽四角定律。首先是我们右上角第一个，白烂了，教材备用。第一个失败了，右下角这一个易拉罐头子、就拽烂了。哇，教材备用。第二个也失败了，左上角第三个，教材备用。左下角第四个，四角定律第四个，终于中到现金了，中奖一元 ，nice。花了四块钱中了一块钱，月赔三块。我先来预测一下，它拢共有100个，应该中45到50之间这么一个奖金。你认为能中多少呢？把你心里想的答案打在评论或者弹幕中，我们来一起验证。空奖。空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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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奖一元，牛！空奖，空奖，中奖一元。目前为止中的奖最大的也就一块钱，一块钱买的中一块钱，还是没赚。空奖，空奖，中奖一元，空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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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奖一元，中奖五元，终于中到了一个可以赚钱的奖，赚四块。通了，不出我们所料，别说100万了，100块的我们都没中到。这一堆全部都是我猜的，都没中奖的。这一堆是我中的现金，给大家数一下多少钱，估计会低于我的预估45到50块钱。两张5块的是最大奖，所有的奖金全部加起来拢共22块钱。买这一大盒要花100块钱，100减22等于血亏78。粉丝小伙伴想看的奥特曼抽奖，今天少奇帮你验证了，绝对是一个坑。看在少奇亏得那么惨的份上，帮少奇的视频点个赞嘛。想看下期少奇播什么都可以在评论中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